Kaya Toast 的咖啡，对不起，这里是Nyonya Cafe， 所以我们没有 Toast， 不过我们有 Popia 跟 Gendo， 很好吃的 ，OK？ 哦 ，Rasa Saya。Rasa sayang, rasa sayang sayang, ni 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ai hai hai,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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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Nah, ya, Gendo. Aiyah, Singapore nowadays are every day rain at the same time. Hey, don't worry, we'll stop soon. You naughty naughty, 又半靠一下人了。Naughty. Yes. Mom, I'm hungry. You're hungry. Hungry. What do you want? Chili crab. Go and bake first. Chili crab. Go now. Chop chop. Quick. Chili crab. Come come come. Ayo. Quick quick quick. Clean up. Clean up. I clean up. You. Come come. Di mana dia anak kambing saya? Anak kambing saya yang makan daun telas. Di mana dia buah hati saya? Buah hati saya bahkan telur dikupas. Chan mali chan hey hey, chan mali chan hey hey, chan mali chan katipun bayong. Chan mali chan hey hey, chan mali chan hey hey, chan mali chan katipun bayong. 好香哦！香啊！
星级啊，是吃不到好螃蟹的。来，是你啊。那女朋友啊？不是。哦，你暗恋他？老板，买单。哦，好。那，哦，这张啊是我们店里的 postcard， 给你，你俩回家有空的时候就把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寄回给我们。嗨，嗨，我想问你，一般你们店里明信片寄回去，上面都会写些什么？什么都有啊，有祝福的，有许愿的，还有人分享家里的私房菜，哦，还有人说秘密。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张明信片，叫做夜影？为什么要帮你找啊？找到了也不能给你看呀。拜托了，夜影是谁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你那天在那个电脑里弄的那个女生啊？夜影呢，是我的女朋友。好了，是前女友。我们呢很早就在一起了。当时我疯狂的爱上摄影，可是当时我全身上下加起来钱只能买一个机身，他就送我一个镜头。于是我就变成了职业摄影师。每天
都一直在忙着拍照，碰面时间也越来越少。他就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新加坡留学。嗯，那然后呢？然后啊，他就自己也来了新加坡两年，我一次都没来过。直到有一天，他跟我提出分手，说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你的痕迹了。好了吗？跟着呢？然后我就飞来新加坡找他，可是他已经搬走，这一切都太迟。我每天帮这么多的人拍照，可是却连一张跟他在这边合影都没有。所以你在电脑里弄的一些照片，是不是想把你们俩合在一起做成合影呢？就算是当作我们把这段感情当作是一个告别。那好吧，我帮你找吧。真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美味的娘惹菜，我和未婚夫明天就要出去度蜜月了，再会，夜莺。怎么样，找到没有？嗯，对不起啊，没有找到。Sorry 啊，没事。那其实还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呢？也没什么好帮了。你是真的愿意帮忙呀？哎，我看你弄这些照片很辛苦，然后一个人又不熟地方，不如我来帮你了。好啊，好啊，那我介绍一下，我叫玉清。我叫陆晨。陆晨先生你好。嗨，就是这里啦。哎，不要动啊。别怕，我来救你。你不要跑，不要跑，枪在抖呀。好，不好意思啊，马上就好，马
上就好。真不好意思啊。哎，你看，小孩子都不怕的。我小时候也不怕呀。小时候不怕，长大了才会怕。你有没有在高速经历过可怕的事情？经历过你就知道。嘿，你看那边，一、二、三，三个佛头，就是这里。对，就是这里。可是，好像已经有人坐了呀。哎呀，懂我而已啦，我来搞定，你等我。Hi,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from? We're from Prague, young lady. Prague? Well, that's far away. Is everything okay? Traveling all right? Yes, thank you. Why don't you sit down and join us?So sorry. Oh, please, don't be. We're used to traveling like this everywhere. Oh, really? Are there no problems traveling this far? As long as we're holding hands, we always have company. We can travel anyw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ay 啦 okay 啦搞定啦不拍了啊，为什么不拍了？拍了也没什么用，反正都是假的。可是你，你看他们，不用拍照，也不需要拍照，但都是真的。对不起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照片都是谁给他拍的呢？其实我也有等过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啊。是吗？没事了，早就过去了。就算过去了，他还是会存在啊。过去了的事情就不要看得太重，看轻一点吧。其实我觉得呢，每一段感情都有自己的生命。你看我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就一直在唱歌，她用每一首歌来记住每道菜烹饪的时间、每一件事、每个人，还有每段感情，都有自己的那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时间。也都有自己的路线啊。来，跟我来。去哪里啊？来嘛。来，你坐这边。哇哦。小时候啊，我最喜欢坐巴士了。我都会假装我的手握着方向盘，感觉好像我在开一样。我也是啊，我从小就喜欢这样。哦，原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做一样的事情。真的呀？那现在谁在开？现在没关系，中国是左舵，新加坡是右舵，我们俩一起开。嗯，准备啊，加速啊！我哇哇转过来嘿你看那边最后一张照片你还要拍吗
直到摩天轮，有个传说吗？什么传说呀？听说只要上次转一圈，你的愿望就会实现。那我还听说过更动人的呢。说来听听。你知不知道，其实摩天轮是为了相爱的人存在的，他们呢可以让相爱的人飞越天际，所以摩天轮每转一圈，世上就会多一对热吻的恋人。你这个传说更加动人。其实我还知道很多，你知不知道它转一圈要多久？30分钟。30分钟？你不是位高吗？你怎么知道30分钟啊？怎么了？我有上去过。你上去过？上一次上去是3年多以前，当时的男朋友用了整整一圈，正好30分钟，来跟我说分手。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不敢看他，就一直看着下面，但是耳朵怎么也关不上。那次下来之后我就位高了。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吗，摩天轮就算可以把你带到最高的地方，但最后还是会把你摔到地上。你知道摩天轮周而复始吗？不如我们再上去转一圈吧，就算是帮帮忙。走啦，走啦！要，快点快点，不要，进来进来。那你先坐好，你先坐好。哇，才这么一点高度，就好漂亮。你不要说高好吗？你试试看嘛，好不好？不要。我听人说，人在害怕的时候，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就不会害怕了。你要不要试试看？来，我手借你，使劲抓好。我们现在慢慢的站起来。不要害怕，你不是说过，过去的事情别看太重，要看轻一点吗？那眼前的景物这么漂亮，更要看轻一点啊。你现在试着睁开眼睛看看。我还是不要。试试看嘛。那我可以先睁一只眼吗？可以，当然可以啊。看看，漂亮吧？现在试试，把两眼睛都睁开啊。是不是很美？你看那边，不是你要拍照的地方吗？去吧。不拍了。你不拍了，你还要把我带上来。
你相信摩天轮的传说吗？哪一个呀？走来走去走过